其實呢一類咁嘅中樂作為 OST 咧，好耐以前咧，我就其實已經有呢、這個中意嗰個開始嘅。首先係呢套片啦，《英雄》啦，即係唔理佢嗰個政治角度咧，因為推崇呢個曹操嘅個人霸主義，咁就而家都好實現啦嚇。咁、但係，唔講呢啲啦，就講音樂。本身我就由呢套戲開始嗰陣時，我就已經非常之中意呢一種咁嘅配樂噶啦。敲擊啊，弦樂啊，再加上一啲嘅 choir 啊呢類嘅音樂咧，不嬲都係即係喺 hi-fi 表演裏邊就好受歡迎嘅，我相信。